刘铁真的有刀枪不入的法力吗？你又知道刘铁是怎么来的吗？12月23日01日信，外警队深入山洞，见证刘铁的诞生。鬼话连篇。马来西亚时间，每逢星期五晚上11点。咁大概话我两个礼拜后之后就会死噶啦，最多。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要走这么快。走吧。是不是你吹？我没有吹。怎么？不关我的事啊。OK。你有事吧？有事。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后面有人？有人吗？出發同埋去到咁急出發啊！其實咧，流鐵洞咧，這個就10年1次啦。咁我哋咁早過去，其實都因為本身遠啦。咁呢個係咪一個好神秘嘅一個？應該咁嘅，好秘密啊，係啦，秘密進行嘅。因為係啦，流鐵呢啲嘢啦，喺十體界嚟講咧，係可以講係最一級的流鐵，是最貴的。我們其實他們坐流鐵呢要夜晚，我們現在要等到，即是等到要入黑先有吉洞，6、7點啊，係嘛？6、7點。咁但係過往咧，以前咧，我記得我1995年去採流鐵嗰陣時咧，就唔係夜晚嚟嘅，日頭嚟嘅。咁我行咗去好多路嘅，係行咗好多好遠嘅。咁嗰陣時跟一個白衣巫師咧，佢點咧？咁佢一定要有一個方向，有一個原因去做呢件事嘅。唔係佢唔會出山去做呢樣嘢，就係、話一班人一定要做一個善事。咁嗰陣時我就同幾個啲老闆啦，梗係唔係我啦，老闆嗰啲啦，就去起間學校，預想立過起間學校。咁呢個師傅咧先肯去做呢一個採力泥嘅行動。咁而佢之前咧，佢又講啦，我如果做呢一樣嘢咧，就好費力嘅，好費嗰個功力啊。咁但係佢話我2個禮拜之後就會死噶啦，最多。咁結果咧，個白衣巫師係真係瓜咗嘅。咁喺個採嘅過程咧，我記得嗰陣時要行好多山路，繞住嗰啲坎，嗰啲叫咩啊？嗰啲叫洞啊，石洞嗰啲山咧。咁咧就首先要揾嗰啲咧，就係野豬先。揾到野豬之後咧，就揾到野豬屎，就揾到野豬，只要有野豬嘅生存嘅地方咧，跟住咧就入到個洞。有咗洞之後咧，跟住嗰個白衣巫師咧就係將對拖鞋，因為佢哋好犀利嘅，著嗰啲拖鞋都可以行山嘅，將對拖鞋擺喺前面，跟住跪咗喺度唸經。攞個盤，
嗰啲兜咧銀嗰啲銀器啦，跟住蠟燭喺度點，跟住念經念咧，跟住咧就會有一嚿石咁嘅嘢咧，就側邊咧就攝落嚟嘅。咁跟住咧石咁大嚿啦，咁裏面有一條好似蟲咁嘢咁樣捐出嚟，咁樣捐出嚟，就好幼嘅。捐出嚟啊！捐出嚟嘅，好似蟲咁啊！即係嗰啲石有啲窿嘅，咁捐出嚟好似蟲咁樣長嘅。咁有咁長有咁長，咁跟住佢就攞嗰只蠟燭咧點一下，點佢就會即縮一嚿一嚿嚿嚿細細粒，即縮埋一嚿細粒嘅。咁跟住咧就硬咗嘅。咁跟住當時咧就攞咗一堆有黑色，咁有啲有顏色嘅紅紅地嘅又有。咁跟住咧就分俾當時嘅人啦。咁硫鐵咧有分好多種類嘅，咁佢都有分級數。當然啦，越難揾到嘅佢級數越。級數越高啦，當然就越貴啦。咁講翻硫鐵呢個名咧，其實咧就以前咧就冇人叫硫鐵嘅。咁啊，因為自從即係幾多年前，好多十幾年前我哋拍《怪談》嘅時間咧，咁其實拍過嘅，以前拍過嚇。咁啊叫力禮。咁點樣譯個中文咧？我哋諗來諗去都諗唔到。點樣？因為力禮，你講出嚟唔知咩，我哋將佢改咗做咧硫鐵。但係叫到而家咧。我而家都叫刘铁啦，所以系就叫刘铁啦。因为嗰阵时啱关师傅啦，我系礼就流出嚟啊嘛，力就铁啊嘛，咁咪是但啦，刘铁啦咁样就写稿，我哋就写刘铁咁样出咗去。咁到而家咧，十几年啲人个个都系叫刘铁。以前咧，因为有咗中文名，有咗中文名之后就有人去揾呢一样嘢。因为礼呢个泰文其实唔系易发音嘅都，如果个完全唔识嘅话，好难发音嘅。嗱，我记得咧，我俾大家个心理准备先，其实。去採硫鐵呢件事咧，自從我1995年我真真正正跟一個白衣巫師入過去採之後咧，我哋曾經好似而家我哋咁樣怪談團隊，我哋都試過去揾硫鐵，咁但係去到一個山洞未入洞之前咧，就係、是我哋有一個隊員，啦，佢本身自己都有法嘅，佢就真係喺個過程中未入到洞口就咬斷咗隻腳，直情係斷咗隻腳。是啊，那個都是外省嚟噶，外省我哋去到外省6个钟头车先到曼谷噶。點解無啦啦斷咗隻腳？嗱，就因為咁樣啦。嗱，曾經有人講過，如果你要去採硫鐵，你一定有一個心係做善事嘅。咁但係嗰陣時候我哋個心係咩？八卦。我哋嚟到呢度就啱咗啦，今次。件事又好似好堅咁樣喎。而家我哋呢度實係坐一陣先。佢係博士嚟嘅。哦。佢都係醫生嚟嘅。This one is from Bangkok. From Bangkok. From Bangkok. Yeah, yeah.我哋去拜見師傅先，我哋係拜見師傅先。咁我哋而家係究竟係點咧？師傅仲未準備好。OK， 我哋呢度食飯先。在這裡去呢就大概20公里左右，那就今天呢我看到呢就都有我想100-200人的，那裡都今天是我們拍這麼多集我快談最新生更快做了，但是剛才我看到奇英應該入會，他的體力不會好過我們。盡量入先，我哋節目到咗未？七個人到。Okay. 師傅，你跟我後面。咁、最後Anson 行最尾好冇？我行頭，我有燈，我行頭。OK， 俾阿達行頭。好。阿達 YC， 阿 Anson 我，師傅。唔好行中間，好滑。呢度行呢度。
蝙蝠。我以前咧，我以前入過去採流鐵洞，個入口都係咁樣嘅。你睇呢度有嗰啲中乳石，係啦，中都係中乳石。所以這個窿咧就代表就好耐噶啦。但係呢個咁樣睇落嚟咧，啲山窿好似冇我哋之前去流鐵廟入邊睇到嗰啲咁樣嘅石頭。所以睇一陣間佢係點樣的？應該唔同。出嚟噶。咁唔知係咪邊度入去個窿入邊啦？就唔知道啦。哇！好清啊啲水。係喎。哇！好深啊！哎呀，蝙蝠啊！我好遠啊！我跳唔過去啊！唔使跳，我要蒙住。收唔收到 WiFi 噶呢度？收唔到。你捐過去得唔得啊？不如你嚇？啊！呢個太細啦，前邊邊。最尾嗰個攞翻個，我扶住你，你繼續。唔得，你背囊。哎呀，你小心，出唔到啦。跟住你膝頭哥跪落地下。入到。喺僆仔度等啊，有咩嘢出嚟救我哋？好，唔該。有噶嘛？哎呀，哎。哇！喺呢度修行真係犀利。睇住你小心啊，唔好走過我家，睇好多蝙蝠。係啊，唔好再過啦。你走翻路。嗱，你小心咧，我懷疑呢度會有水湧出嚟㗎。有咩啊？有水會湧出嚟㗎。哇！含苞待散啊！這個可以拉的喎。好啊好啊，可能是這條繩，可能是小心啊，一掹啊，家長跌落嚟啊！家長你出嚟啊！頭頂頭頂，小心頭頂。喂，上山容易，落山難咯，而家。係啊。即係個洞口嚟嘅，有冇樓梯？見唔見到？有冇？山有個窿，啲窿好似呢啲咁啊！呢啲啊，呢啲嗱，呢啲，呢啲啊，一條條呢啲嗱，呢啲啊，呢啲見唔見到呢啲？即係個當時以前我見到咧，嗰啲樓梯就呢啲石咁樣條條啊，呢啲咁啊，見唔見到啊？有。呢啲啊，影到啊？影俾啲燈你。影到得。就係呢啲啊。係。即係呢啲咧，可能係嗰啲譬如話死咗嘅樓梯啦。嗱，呢度有一條，呢啲見唔見到？呢啲啊？唔知佢係咁樣形成咗，可能就係因為呢啲水形，即係如果科學啲講，嗰啲水形成咗一條嗰啲柱啊。佢係啊，佢耐咗等於中乳石啫嘛。但呢度咧，我好肯定咧，啲水會淹過呢度㗎。淹得到。喂，我哋邊個門口入嚟㗎頭先？呢度啊。係
係咪㗎？定嗰邊啊？好似嗰邊喎。唔係。呢邊。唔知喎。出咗。出咗先。出翻先喂。誒，大燈喺邊個度啊？大燈喺出面。OK。你答我冇錯，你答我冇錯。係啊，阿兄子要走嘅。呢度。呢度。有窿啊。哦。呢度啊。我哋頭先喺裏面都揾到啊。哦，呢啲窿啊，快試。之前用。上有冇？我嚟。真係有窿嘅喎，但好少。你揾嘅頭先，我哋上面咪呢啲咯，咪講呢啲咯。是啊，咁樣捐出嚟嘅咯。喂，呢個似唔似嗱，頭先咧我睇過咧就裡面個洞嘅情況啦，咁就係真係似我當年睇過嘅落鐵洞，係有似啦，即係係咁樣嘅。咁同埋我哋睇到咧嗰啲窿咧，頭先見到窿咧就係我當時講同你講話咁樣捐出嚟嘅，落鐵洞捐出嚟係啦。咁啊，但係而家我睇咧，我睇翻佢而家呢個做法咧就係、是、應該咧就喺上面跌落嚟嘅向天，嗰啲上面跌落嚟，經過呢個白布向呢個方向跌落嚟。好難得啊，因為呢啲咧大家都知道流帖，不過真正係點念經念出嚟，親眼見到嘅真係冇幾個人，連我做師傅咁耐我都未見過，第一次見。請呢個流鐵嘅，請呢個流鐵嘅儀式咧，咁就係俾一啲嘅有緣嘅人同埋幫助廟嘅人，係啦，咁咧就即係呢一班人啦，咁主要係喺度係叫做恭請呢個流鐵嘅。咁咪當用腦啦，去浙江用。我哋叫我哋最好位置咧就喺嗰邊，係啦。所以安排咗一個位置俾我哋啊。係 OK。OK， 得個。唐宋明他坦白度萨黑甘黑加鲁贝基里西卡拉达特战达里克维玛安达乌梅苏南ธัมมายสวรรคกาลัวยัมภะทันตะ剛才有說呢，就希望我們另一條線的攝制隊都順利可以達到一陣間在這上面下來的樓梯。
ขาทันตาตะโจมังแล้วส่งตกไปสู่แห่งดวงจิตดวงเดียวอันเป็นท่ารู้ของบุคคลทั้งหลาย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สัพพสัจธรรมทั้งหลายทั้งปวงที่พระบรมศาสดา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เจ้าทรงบัญญัติแล้ว在上面跌下来，那么撞到师傅掉地，那么看下去呢就像呢，就像这个水晶玻璃，水晶的玻璃，好像玻璃一样，但是呢，透明的，但是呢，大家就封了，封透性就是比较深。哇！好重啊，好重！呢、這个起码咧，我揸落去起码有十零十 K 佬都有。
問師傅啦，今天我哋見到咧成個過程都好精彩啦，咁好多嘢跌落嚟啦，我又問師傅究竟有幾多款嘅樓鐵喺上面跌落嚟，咁師傅同我哋講咧就話其實好多種類嘅，即係有各式各樣嘅都有。跟住五型。係啦，跟住同埋有啲嘅有形狀嘅都有。五型啊，嗰個金木水火土係啦，五型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基本上佢個搜索樓鐵嘅過程就差唔多完啦。咁咧就唔好問我感想，唔好問我點睇 ，OK？ 呢啲嘢觀眾自己睇啦，我答唔到你哋。